怀疑他、不信任他的人是你，我只是替他证实了这件事而已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对不起他，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扭转过来。江洛，你今天如果走出这个门，江氏就跟你再也没有关系了，这也无所谓吗？我回来本来就不是为了跟你争公司，我是为了弄清楚江启帆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吗？多亏了他，我找到答案了。他不回来，我就去找他，他不见我，我就守着他，等他回心转意。双双，小法，见字如面。听说手术一切顺利，我很高兴。来到这座城市已经半个月了，这边的好酒馆特别多，所以我不知道这次我会停留多久。这里的同事对我都很友好，我也学习到了很多之前没有听说过的酿酒技术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。出来之后才发现外面的世界这么大，这么有趣，觉得自己错过了好多。我计划走遍全国最顶尖的酒馆，所以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祝你们一切都好，勿念。他真的没问过我半句吗？那他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他每走一个地方都会给我寄一张明信片，但是从来不会留自己的联系方式。我也给他发过短信，但是他的手机不是通了没人接，就是没信号，还有时候直接欠费，那我也拿他没辙呀。除了报平安，看来他不想让你找。看来雅丽姐应该是不想让我们找到。他想找最好的酒，最顶尖的酒馆，那我就给他开一家。据悉，这酒馆都是我们的招牌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这酒有点高吧？这款也不错。这几款呢都是酒精比较少的。你看看，那来这个吧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江氏集团的继承人居然最后是个女的啊。不可能啊，江洛怎么会没在董事会里啊？麻烦您帮我们调两杯这个吧。江洛孤东酒馆这么火？你这个酒做的和你妈当年那个花月夜的味道是一模一样。好。哎，上次那个漂亮的小姑娘今天不在？嗯，我也在等她。这杯酒她做过一个特别的版本。那行，我们下次再来尝尝她另一个版本。好啊。我们先走了。走吧，早点休息。哎，您二位的酒，谢谢。谢谢。您还有什么需要吗？哦，不用了吧。刘亚丽，你看到了吗？快回来吧。师傅，还有多久啊？已经到室内了，大概一个小时。你这是坐了10个小时的车，还要去喝夜酒啊？是啊，喝大酒。为了把你摔碎的豆腐圆，我拼了命的努力，但要等到了，我好像还需要一点运气。刘亚丽，我们之间的那盏灯还能重新点亮吗？
妻子没有这份自信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你有病啊！你拍这块，你家产不要了？对啊，我不要了。那我是将金也成别人的了？我就是因为这个，我才被逐出家门。那你现在住哪儿？我被黑心房东骗了，拿了我的房租跑了。我只能开个小店，等他良心发现回来找我喽。那他是蛮黑心的，那你帮我问问他。问他什么？你帮我问他能不能别走了，我找他找的真的很辛苦。